的铁铝机箱风样咯。前后全铝3毫米的面板是会采用黑色的喷砂氧化，那么机身钣金折弯会做一个黑色的喷塑，左右配有散热孔，钣金折弯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工整，里面可以配有全铝的衬板，包括这里可以底部装一个脚垫，那我们就是起一个衬托防刮花的作用，可以看到还是非常工整的，我们封样啦。